来自哦。再有朋友准备好吗？又是点点赞的哦，好安全啊哦，从开始伸，伸到哪个？来，听妈伸，嗯，四、三、一、二、四，点灯，好，好，在节目开始以前呢，再一次提醒爸爸妈妈。你们的小宝贝都在台上想帮他们拍照，但是呢后面也有很多同学想要欣赏台上小朋友的表演，所以麻烦宝宝妈妈在拍照的时候请到场地的两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现在台上摆出的道具，摆出的阵势，就知道这是一场重量级的演出。好，那这个节目呢是由一二年级共同演出的歌舞剧。好，那老师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表演正式开始。好，我们请下两个小五丙四年级做准备。好，
不要跟再人打招呼。快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快回家。他的日子其实过得也不错，只是肚子常常饿得咕噜咕噜叫，让他好瘦。这也难怪，在他住的森林里面，动物看到他都躲得很远的。哎呦，怎么才刚吃完早餐，肚子又饿了？大野狼把所有的地方都找了一遍，还是找不到东西吃。骨头没有肉，不好吃，香菇有颜色，也不能吃。他只好离开森林，到比较远的地方去碰碰运气。大野狼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了森林边，他发现了一座农庄。耶，一座农庄，里面还住着好多动物，有鸡舍，应该有好吃的食物，我去找找看。看起来大家都很可口美味，等一下让我好好享受一顿肥鸡大餐吧。耶！全部都跑走了。大野狼，大羊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我不就是大羊吗？今天怎么都吓跑了？肚子好饿，我再去找找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前面那只小猪卷卷的尾巴，可是小猪一用力就跑开了。大野狼想追它，却跑不快。大野狼只好安慰自己说：“反正猪脏死了，不能吃。”说完，他便走开了。我不只有勇闯，我不只有烦
有几只大鸟站在树干上，看起来真好吃。大野狼心里想，做成烤鸟应该很好吃。他慢慢向前靠近，这时树干忽然变成一只大鳄鱼，张大了嘴，露出又尖又利的牙齿，朝他扑了过来。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大野狼大叫一声，拔腿就跑。幸亏我跑得快，只是肚子好饿好饿，怎么办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一颗球滚到他面前，大野狼捡了起来。妈呀！所有的小牛都朝他冲了过来。这里这里，球球给我给我给我，这里这里快快快快！这群牛把大野狼撞得东倒西歪，坐在地上。过了好久，他才歪歪扭扭地站了起来，但那颗球和那群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大野狼只好安慰自己说：“球呢？小牛呢？哼，如果我穿着足球鞋，你们就会变成我的牛排，有你们的好看。”大野狼摇摇晃晃地往前走，走到一个小屋前面，看到一只猫在清理自己的毛，哈哈。不大不小，刚好塞进我的嘴，终于有好吃的肉可以吃了。于是他慢慢地向前靠近，小猫抬头看一眼，忽然转身去大喊：爸爸爸爸，大野狼欺负我。一只长得又高又大的狮子从小屋后面走了出来：谁敢欺负你？这会儿大野狼一会儿也不敢，他拔腿就跑。有种给我要爬，胆小鬼，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，好好玩，不要怕。我真的这时有一只兔子走了过来，拍拍大野狼的肩膀，别哭了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？我这里有好多红萝卜，尽管拿去吃吧。大野狼拿起红萝卜说：这能吃吗？这不是肉啊，你吃看看，很好吃。真是奇怪，这红萝卜蒸的味道真不赖啊，好吃好吃。从那天开始，大野狼觉得吃些蔬菜水果也不错，而且他决定留在这个很舒服的农庄里，和动物们生活在一起。我们的大大妈妈，今天就要嘻嘻哈哈，嘻嘻的分享。
小朋友。谢谢一二年级小朋友这么精彩的演出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一二年级的小朋友。在这边呢，刘老师发现有没有一只好可爱的小鸡。